岛万科别墅，住在公园里的家。别墅的话，它的面积是179到239，地上三层，地下一层，使用面积高达350%，有天有地有院子，总价的话是500万起。东南边位的话1100万，而且它是整个岛上唯一的一个别墅项目，非常的稀缺。万科园墅这边的话，现在还有那个公底房，单价呢是17000多，小高层洋房来的，面积的话80多到118，想要在马鞍岛买别墅和置业的客户呢，记得联系莹莹，带你了解楼盘的优缺点，帮助你选到心仪的房子，记得点赞关注哦。